其实我想讲来，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啊，就正经第一秒钟拄到你的时阵啊，啊，你有讲安迪个查某人缘足好诶。其实我心内有淡薄仔烦恼，因为我正经哦，拄踮伫个国外，所以安迪第一台湾的状况，我毋是真正了解。哦，你个烦恼这嘛真正常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有就是交往的对象啊？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那是因为安迪副总这个人哦，足单纯的，无参照其他的少爷哦，拢足娇的，啊伊对人拢足好的，所以有就是糟囡仔哦，拢想要接近伊，就会引起一寡无必要的误会。误会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员工，我真正无方便哦，表达其他意见。美颜，你没有烦恼啦，你做你讲，我绝对袂为难你。其实吼，安迪副总，林经理。喂，今麦还袂到中昼休困的时间，你是安怎无踮伫办公室？我敢是付薪水，无你来遮开讲。阿姨歹势啦，是我吼提起表来请林经理替我试驾，所以才去耽误着伊上班的时间。林经理，什么时阵要到遮尔临时？我是不是惹到恁啊？你的面色看起来拢怪怪。啊，安迪，咱不是约好要去吃饭，时间差不多啊，进来去。妈，我想找人去吃饭啊。嗯，大家吃，看唔等来不要紧。林美妍，你拄只是要跟艾伦赛龙啥？我见过你。艾伦是我 Andy 联姻的对象，你莫想要替李东宇讲话。狐狸，你莫误会，是误会就好。客户无经理的位置，你也袂坐好少，上好是好好表现，话减讲一寡。我若无倒一天，搁转去做主任，也是拄啊好尔。一定要想办法，把四天监控的曾经又作为我的闺蜜。到时阵，我告诉要惊你。冬雨，我临时只是跟艾伦食饭，是阮妈一定要叫我去的。我拢有传简讯跟你讲啊，你要跟我去去好不好？我无想去啊，因为着算我哥那唔甘愿。我嘛无资格问你甲郭小姐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都比我家己去介意艾伦啊。安迪，你若真正爱我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你讲，要我做啥物，我拢答应你。我希望你会当甲对我的爱。分一寡给高小姐，去关心伊、照顾伊，对伊较好咧。安尼我对伊的亏欠嘛会通减一寡，安尼对咱拢好啊。李冬雨，你叫安迪分一点爱给我，你今麦是咧嬉笑我是吗？我够爱我，当时跟人讲过过物件，你真正是看我无？我决定啊，我袂结婚啦。就算你不爱跟高小姐结婚，咱嘛根本无可能做伙。这是咱心内拢知的代志，敢毋是？
冬雨，这世人因为我失手，我身不由己，欠可我会当向你保证，我永远爱你一个人，你莫离开我好不好？美颜讲李冬雨不着急放生伊男朋友，甲安迪交往，那安尼伊就是一个嫌贫爱富的查甫人。佮加上伊总是看起来温温顺顺、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无怪安迪对伊这么痴迷。若是佮安尼继续落去，就算讲我佮安迪结婚啦，因两个人嘛袂分手。若是无赶紧斩断因两个人的感情，那我的婚姻就危险。冬雨，郭小姐，你伫遮当安迪副总啊？我去替你请伊过来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特别来找你的啦。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因为我小等了，要去看婚纱。啊，不过我伫咧台湾哦，无啥物朋友，无人当替我出主意。所以我想要请你哦，陪我出去看，给我淡薄意见。啊，不过我无这方面的经验，可能无法度给你什么意见。你可能会认为讲，我就搞明白的，既然对你提出安尼的要求，那是因为哦，我真正找无人跟我斗三工啊。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啊，我唔是迄意思。所以你是答应啊？拜托啦，你就当作你是日行一善，跟我斗三工好不好？不过，冬雨，你就看在我这样子辛苦的份上，跟我斗三工啊！我真正无希望，我伫个婚礼顶面，我拣的婚纱，予大家笑我品味无好，你嘛不忍心看我予人笑着无？好啦。我陪你去，多谢你，我就知影你这个人哦上好。这麻烦你把伴娘礼服换做新娘礼服，你敢知影？好，没问题。最好是要开始啊！啊对啦，既然拢已经来啊，你嘛去试穿伴娘礼服啊。我。对啊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啊，我伫个台湾哦，无啥物朋友，我做袂用的，连一个伴娘拢无吧？安尼无方便吧？哎，袂啦，那我要紧，你就去试穿看卖啊。为着这伴娘，就是为着要衬托新娘子嘛，你就把伴娘礼服穿起来，徛伫我这个新娘的边啊，我们才会知影讲到时阵是啥物款的感觉。好啦，那呢，我去试穿。嗯，等下。这礼服足水呢，啊，不过。这个不是新娘的礼服。小姐你好，这么姐，你是不是听不到啊？我要试穿的是伴娘的礼服，啊，这应该是新娘礼服吧？可小姐的婚礼是高规格的豪华婚宴，不管是新娘、伴娘还是花童，身躯顶冠礼服都比一般的搁较高贵。哦，所以伴娘真正是穿这哦？对啊。多谢你，那呢我来试穿。先下空日头落山，心内有。这应该是我这世人上接近做新娘的时阵啊。虽然只是伴娘，
阿姆哥马上是无遗憾嘛。我的你真想面吗？哪有听是谁来打？世事的变化，情分一半，相爱敢有影？别来讲厝。听讲你牵挂，孤单的囝，找无未来的希望。你真正是上水的新娘啊！你要别讲啊，你的新娘是艾伦啊。我只是来替伊庆幸伴娘的礼物。听讲你苦话，过顶心痛，破碎无奈的生活。你看，咱两人有偌速配。那我用一只就速配呢。我帮恁去一张相片好无？唔免啦。麻烦你。你就当作是我一个纪念，好不？敢将你放下，啊！不过你要保证，这张相片袂当让另外人看。我听艾伦讲，伊请你来替伊试穿破格礼服。你先怎会穿新娘衫，跟我安尼做伙翕相？真的是我的新娘衫。你竟然敢偷穿艾伦的新娘衫？不是，是好不容易我摕给我的，啊，我搁特别问过，伊搁问唔对啊。所以讲是礼物唔对啊，叫恁今日出来。夫人，我是摕另外一领给这位小姐试穿，是家己穿对呀。明明就是你摕给我的。好啊，事实摆在眼前，阁唔赶紧换落来。冬雨，你有要紧吗？有受伤吗？这摆是安怎？我现在袂当关心冬雨啊。因为你这摆关心的是你的未婚妻。冬雨嘛是我的员工啊，伊拢跋倒啊，干我要做一个找婚人，啥物拢唔管哦。詹迪，你得要结婚啊，爱怎啊拼险？小姐，这件新娘衫条件较短，啊，若无到时阵婚礼顶面，我若是心情跋倒，安尼就唔好啊。是。你看，我艾伦哦，我善良的，你头穿伊的礼服，伊无要甲你计较呢。我无要紧啊，重要是我哦，爱感谢冬雨做我的 model， 把这新娘衫穿起来给我看。这新娘衫真正是足水的，啊！不过我想想的，真正新娘衫我感觉无啥适合。完了啦，唔免改啊！这礼服我不爱啊。无问题。伊敢是在设计我？虽然讲艾伦精神量无要计较，啊！不过这届确实是你做唔对啊。啊，唔赶紧关心你的未婚妻。